今天呢，为大家介绍一个在世界上流传特别广泛，而且效果特别好的5秒快速止嗝法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跟着我做。两个大拇指堵住自己的两个耳朵，用食指堵住自己的鼻孔，然后用剩下的三指慢慢地拿起面前的这一杯水，然后屏住呼吸，一饮而尽。这个方法呢，我自己试了很多次，真的是屡试不爽。原因是如下的，因为我们每次打嗝啊，其实就是我们胸腹联合这块的一个叫膈肌的这个部位，它发生了痉挛，这种痉挛导致的是我们声带的同时的一个痉挛，这就会发生打嗝了。而当我们捏住鼻子和耳朵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的气压是发生了一个明确的变化，这时候喝下水就相当于为我们整个身体摁下了一个重启键，我们的打嗝自然就停下来了。